明跑行刑，领命。大人有命，五时三刻，明跑行刑。话出去，有亲探亲，有故探故，三声炮响，至亲难见。大人恩准，有亲探亲，有故探故，炮响三声，最亲难见。进去，加油啊！你点香烛啦？人哭清贫苦啊，一张劳席俾你做殓事也装，一碗残羹待胡马，空肚怎能前下往？等我喂俾你食啦，我食唔落咧，婆婆。媳妇未能侍奉你天年，引以遗憾。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息，亲待养而子不在。我不能够神婚侍奉，今日追随蔡郎去了。黎香。你虽然卖落蔡家为婢，总受过我婆婆一场痛爱。望你以后代替三娘侍奉我婆婆，我虽死都不忘。时辰到，行宴。快传三阳院问话，知道。
状元兼都御史，全山养院问话。知道，知道。太公大人，山养院到。山养院叩见御史大人，免礼免礼。贵院就不如发场监斩何人啦、啊？今日杨土汤毒杀张婆子一案，经长批下，范虎律应斩首，卑职嘛。不过奉命执行啫，御史大人。哦，千古以来哪有六月飞霜，定有冤情其中啊？本官代天巡狩，一定要细查明白，你带同此案有关人等，与范夫人公堂候审，并传商州知府一同陪审，到底有无？卑职遵命。